本期讲解一个抖音暴力掘金项目，靠闪烁之光日入4000块啊！超级偏门玩法，保姆式教学，无需养号，利用诱饵的玩法，用用户来下载。此玩法不封号，不限制，我们只需要把细节处理好就行了，其余我们坐等收钱。收益是24小时。这个查看显示，课程目录包含这个掘金项目的介绍、准备的工作、作品的制作以及多种变现方式的讲解。大家看啊，4节视频课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是收益图，我们来看看。收益图还是比较高的，还有其他的都有这个详细的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暴力掘金，或者是闪烁之光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